坐吧，我站着就行。为什么呀？腰间盘突出。为什么叫我灭霸？我因为你们都既孤独又优秀，堪称美强惨。灭霸美强惨。嗯，现在开始怀疑你的审美能力了。对了，过会儿就站那儿说吧。过会儿和我出去一趟，约了建模公司的负责人开会。徐仁，怎么了？我真的有点不舒服。感冒了？没有啊，有点低烧。我等我一下。完了，别说八卦了，我现在工作可能都保不住了，我赶紧撤。徐然，方总，我这。生病了就早点回去休息。谢谢方总。这有什么的呀？横竖都要看，大不了就当没看见呗。不能说谎，这个人设也太溜了吧？怎么想到的？简直戳破我的萌点。上一本有点无聊，看了一半都气了，没想到下地大大攒了个大的。喂喂，下地啊，你看到了吗？宝宝什么呀？我刚在睡觉呢。哎呀，别装了。哎，跟你说，你那个新连载漫画呀，现在反响太好了，这样啊，那还行吧。提起还行啊，简直是太行了，亲爱的。